大夏立夏面试开始，大一大夏各科系纷纷设计无同的活动，要让家长甲同学来参与。要用植物甲食品保健学系，锻炼科生 DIY 制作地米打洗手，体验如何运用地坡来制作防疫小物。等媒体所谓内容学术合位核定，是透过学生的介绍，深入了解科学知识与教师的专业设备。药用植物甲食品保健学系带领科生 DIY 地米打洗手，体验如何运用地坡制作防疫小物。教授学生们如何辨识中草药植物，以及应用中草药植物里面的药效来做开发或加工应用。那我们也有食品保健组。那主要是教授学生们如何从食品的安全、食品的营养各方面去做进一步的加工的一个学习，跟食安的一个法规的一个学习。另外，多媒体所谓内容合位合定是等很舒心的创作成果。化跟影视特效，那另外一个是游戏跟互动第三个招生的组别就是这个动漫模型跟这个游戏美术的这个部分。那这次的话，这个我们在面试的当天，有举办这个说明会。那同时我们也展示了这个三个组别的所有动态跟静态的一个作品展。那包含我们有展 2D、3D 的动画 ，2D、3D 的游戏。然后还有展示我们的这个模型的部分。大学立夏面试开始，大一大学各学所的师生也借着这个机会展现所学的成果，也让这些高中生提前了解立夏了后要做要学的课题。多中华新闻林桂英台川采访报道。